将军澳剧 Play 临海而建，部分单位享有都市人梦寐以求的开洋海景，是置业投资的不错选择。剧 Play 就近港铁站，博通港九新界，翻工翻学快捷方便。区入面有多个大型购物热点，康文设施又齐全，周边配套亦都能够配合一般家庭的需要。Capri 发展商是汇德丰，2017年入伙，位于唐贤街33号，项目包括10座分层住宅大楼和13座独立屋，全数有428个单位。分层住宅楼高8至10层，每层3至6伙，实用面积介乎359至1714尺，间隔由1房至4房都有，以当中2房和3房为主打，占总供应超过70%。至于独立屋楼高3层，面积由1934尺至2445尺，全数3房或4房间隔，有私家花园和天台等等。Capri 邻近港铁将军澳站和调景岭站，步行不用10分钟就可以去到了，往返市区或者过海都可以经铁路直达。区入面有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途经，要前往中环、尖沙咀、九龙城、机场等等各区都非常之方便的。落楼就是将军澳海滨公园，海滨长廊有单车径、缓跑径，是散步欣赏夜景的理想地点。邻近又有调景岭体育馆、将军澳运动场等等，还有无敌大草坪的香港单车馆及公园，是野餐放电的好去处。而将军澳亦都有多个出名的大型商场，包括有 Popcorn、Popwalk、将军澳广场、将军澳中心等等，又有天桥连接，不用担心打风落雨。屋苑属于95校网，小学包括有将军澳天主教小学、基督教宣道会宣基小学、仁爱堂田家炳小学等等。中学就是西贡区，包括有加密主恩中学、将军澳官立中学、东华三院女润才纪念中学，另外亦都有斯贝礼国际学校同埋香港法国国际学校。子女升学就更加多选择了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。